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十月七号嘅司机音中午直播啦。咁今日见到 Kelvin 喺度咧，就知道琴日走火警，今日阿豪德真系就唔得闲啦。咁今日 Ada 都出咗去嘅，所以咧剩翻啲 Q&A 咧得我同阿 Sean 答下大家啦。咁大家就尽量问一下啲我哋睇开嗰啲 setter 嘅问题啦。咁系啦，咁睇翻。司機金咧，十月五號個價咧就去到136.39啦。咁就如果睇翻琴日美股都幾驚恐嘅，一開始就低開高走啦。咁主要最大個新聞啦，你見到其實都全線都大概都有略咁樣升嘅。咁就最主要咧，其中有新聞就係、是、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嗰邊啦，就暫時好似喺嗰個債務嗰個上限嗰度，好似傾到少少嘢啦，咁所以就大家好似就睇好少少啦，嚟緊就應該唔會 shut down 噶啦，應該個 government 希望係咁樣啦，係咁呢個都大家即係最近呢一兩個禮拜都好關注嘅焦點嚟啦，其中咁跟住就另外都幾得意嘅，就係 Bitcoin 真係誇張升到55,000嚟噶，咁就主要都係索羅斯啦，又出嚟講嘢啦，同埋好似之前都好似大家喺度等緊，係咪會有 Bitcoin 嗰啲 ETF 會出到啊？咁樣，所以即係個氣氛好似好咗好多咯。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係咪 Bitcoin 係咪一個 leading indicator 嚟嘅咧？係啊，開翻呢個價先。跟住又见底反弹啦，十月头开始14,000上翻50,000+，好劲真系。咁跟住咧就另外就有个新闻就系、是、即系 Covid 嗰边啦。咁琴日就应该有Merck 嗰个嘅嗰个口服太大口服液，跟住新加坡嗰边又有啲订单啦。咁跟住就今日朝早就見到 Moderna 嗰邊又好慘啦，佢哋Moderna 就喺瑞典啊，同埋丹麥嗰邊又話唔好俾啲後生嗰啲人打去嗰啲疫苗啊，驚有啲心臟病咁樣。咁係啦，咁你見到股價都跌咗係咪？咁所以就即係嗰個成個 Covid 嗰個嘅板塊都轉得好快，而家大概即係成個。即系同之前谂，即系之前就谂啊 ，healthcare 冇乜嘢剩，就可以炒下啲 covid。但系 covid 入边而家都要细分翻，究竟边啲系做疫苗，边啲做单抗，边啲做口服药咁样，咁所以都难玩其实。跟住就你仲要估究竟啲口服药系可以赚几多钱咧，可以对个对个收入个 impact 有几大咧？咁所以。係咯，咁不過就而家個情況好似又有，即係之前琴日阿 Ellie 都講啦，咁係咪可以取代到疫苗嗰啲，又係另一個講法咁樣，所以就都係複雜啦。係咁另外就係啲油價咯，琴日第一日跌啦，經即係回翻啲啦。琴日油價同埋啲天然氣價格都跌咗。第一日跌啦，琴晚咁，所以就能源嗰啲可能要停一停啦，系嘛？嗰啲 ETF 咁就暂时就即系琴日油价嗰度就系讲紧系咪美国嗰边有啲战略油嘅储备系咪要释放翻出嚟咧？揿一揿个价咁样咁。咁不過歐洲嗰邊有啲電價好似又繼續咁升啊，好似話不過即係而家就第一日回啦，咁都繼續要觀察一下個情況咁，因為始終油價呢啲真係炒噶嘛，咁你好難即係好難去支撐到一個好長期嘅升幅咯。雖然你話今年都升咗，一直都咁升啦，但係都有啲時候佢即係回嗰下都禁嘅，所以都是短炒好啲啦，我自己咁睇啦，系咁跟住就Apple 啊、Facebook 啊嗰啲都有啲新聞，不過嗰啲就唔講啦。咁如果睇翻今日香港咧，其實就整體都係全線升啦。咁就主要係啲可能啲之前嗰啲 utilities 啊，
電啊，嗰啲股就冇升咁，即係冇乜點喐啊，就係、是、係Sell Power 啦。咁即係升嗰啲就即係之前比較慘嗰啲啦，例如即係 LK 啦，大家都知啦。咁仲有啲Biotech啦都升翻啦。不過暫時我自己覺得就因為聽日就北水翻嚟啦，咁所以都關鍵嘅。不過好難估究竟係升定跌咯。聽日北水究竟係咯，咁所以就會唔會大家搏一波咁樣買翻啲搏下，會唔會北水會接貨咧？啲包聽，畢竟都跌咗幾多下啦，已經係。尤其是見我琴日講嗰啲 MicroPort 啊，嗰啲都穿曬啦，嗰啲250天線啊，仲有之前個 year today 啊咁樣，所以即係而家都係嗰個狀況咯。咁暫時個操作都係即係個 exposure 都喐動唔係好大啦。等睇下可唔可以捱到聽日開翻咧，咁就希望有啲好嘅嘢可以見到啦。咁另外就只淡仔咯，真係慘。只淡仔就之前都講咗，我哋都唔係好睇好。2271係嘛？咁啊，咁今日就應該跌咗六七隻到嘅。咁琴日暗盤都見到嘅啦，其實咁就我自己睇法就覺得，因為佢始終都係雖然話佢個 P/E 就比起嗰啲959嗰啲平啦，但係佢始終都未打到入去大陸啦。咁可能海外嗰邊都會有進展，但係都太早咯，未 prove 到嘅話，就始終都係一個 brand 咧。我自己覺得你要真係 prove 到個 brand 係人，即係喺海外嗰邊都 OK 咁，或者係大陸 OK 咧，咁佢先可以即係會買啦。即係我自己會咁樣睇咯。咁另外就琴日施政報告嗰啲，可能等翻阿豪德聽日翻嚟先講啦。咁主要都見到有啲今日阿 Sean 都話，哇，會唔會啲港鐵啊，跟住啲地產啊？就嗰啲建築咯，深深一啊嗰啲今日都升，不過今日全線就升，所以都難睇。不過你見到有啲就特別突出啦，升十隻咁樣連續兩日，所以就都有啲追捧嘅感覺啊。咁就佢大概就今日其實真係全線升，所以就比較難睇。尤其是聽日仲要開翻呢個，所以而家都我哋暫時操作都唔係好多啦，所以就都係觀察住先啦，咁跟住咧，今日阿 Alex 咧會講下即係海吉亞咧，佢今日摩根嗰邊出咗 report， 就係佢有個 visit 嘅，係佢間醫院嘅 visit， 咁可能可以有個 update 啊。唔該 ，Alex。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海吉亚最新的一个公司的这个 Morgan 他们的 company visit， 所以说在这个 visit 里面，然后这个 Morgan 对这个海吉亚的公司整个的这个信心也是提高了很多。就是首先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里面，就是这个海吉亚的这个人流量现在是还是很不错的，从这个现场来看。其实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背景，其实这个海吉亚的这个董事长就之前在每一次的 conference call 里都会提到，说是建议这些投资者来去参观一下，所以说这次这个 Morgan 就可能也是一直听他这么说，所以终于是去实地考察了一下。然后这次 Morgan 这次最后得到了有几个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他们认为这个 VBP 的影响，就是之前说的带量采购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这个想象中要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他们进一步确认了一个点，就是海吉亚的这个采购现在是从他的这个总部去采购的，而不是通过这个经销商采购。所以说带量采购这个对这个中间商的这个压价的影响，其实他们是不会受到这个影响的，这次确认了。第二点是这个 DRG 和 DIP， 这个也是一个有可能当时是考虑到有可能会导致海吉亚这个降价的一个情况。现在这次海吉亚也是Morgan 也是确认了，就是这个海吉亚的整体的这个 ASP 水平其实是要比这个公立医院要低的，所以说这个 DRG 和 DIP 的这个实行的一个前提是这个价格是高于公立医院才会实行，所以如果是这种低于公立医院的价格的情况，其实就是说给这个风险也可以排除。然后同时这个Morgan 也是采访了一下这个海吉亚几个新收购的这个医院，发现这个整合的这个情况和进步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苏州营顶医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购，之前海吉亚现在这个
Morgan 这次跟海吉亚的这个也负责人也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其实这个日均的这个门诊量这个人数也是上升的比较多，是从之前的1300到1500人次上升到2000的人次，同时这个管理层也是说他们的这个 margin GP margin 和这个这个净利润率都是有一个增长2%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整合的情况是很好。我记得之前其实那个当时做这个收购的时候，当时投资者的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这个，因为海吉亚的收购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能不能做到这个整合到原来这个医院的体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cern。现在就是根据这个 Morgan 的情况来看，这个整合的是不错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单县的这个海吉亚医院。这个海吉亚医院就是他们主要是重点是关注的是这个二期的这个进展的一个情况。其实他们也根据现场的这个照片加上这个跟负责人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500的这个注册床位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然后大概是在2023年会开始运营，然后这个意味着就是可能在2-3年内会给这个海吉亚的营收增长可能有30%-40%这个营收增长，这个也是按计划在进行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这个重庆海吉亚医院，重庆海吉亚的医院现在他们也是进一步确认了，就是这个肿瘤的相关的收入是达到75%，这个就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因为现在海吉亚整个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肿瘤相关收入是大概50%左右，就是重庆海吉亚医院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同时这个根据他的一个了解，就是这个直线加速器和这个 PET-CT 这些就是跟放疗相关的设备现在的使用率是高于这个公立医院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营也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我认为这次 Morgan 的这次 visit 主要是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政策方面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小的，就是这个之前讲过这个 DRG 和 VVP 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这个整合的不错，所以说大家也注意到今天海吉亚的股价是有一个反弹的情况。然后我认为可能后续可能还是得看一下这个海吉亚后续的这个股权收购，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公立医院整体的这个政策反弹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下一步的 catalyst 吧。好吧，就说这个。嗰只 Alan 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咧都讲咗好耐佢加压啦，不过佢就个 flow 就差咯 ，momentum 之前，咁头先都讲咗啦，系 Morgan 嗰边做咗个 visit 就见到个情况都系好进展良好啦，无论系医院嗰边嘅人流啊，或者系佢嚟紧即系会起嘅医院啊嗰边嘅发展啦、啊，同埋嚟紧业绩嗰边都系 OK 嘅，咁所以就整体好似之前大家担心嗰个政策嗰边嘅问题。就好像不是真的那么大咯，咁你叫今日就即系爆翻上去啦，升十只，但系咧嗰个交易价都不算特别劲啊。如果睇翻以前咧，可能再高啲都有，去6亿都有，所以就都继续关注啦。因为尤其是呢只咧都是北水外股啦，所以睇下听日大家反应系点样咯。系咁，今日我另外咧会讲下比亚迪啦，比亚迪好似有少一啲嘅合作。咁就头先讲漏咗美团呢好似有讲过今日11黄金周呢嗰啲嘅消费趋势啦。咁整体好似个 number 都 OK 嘅，尤其是你见到佢讲緊2019年嗰个比同比呢都升50%啦。咁同上年嗰个嘅复苏嗰个消费都30%+啦。咁阿Sean 系咪有补充呀？可以补充返即係啲 duty free 啦，因为昨日讲到话 duty free 啲数呢係10月1号到10月3号嘅数啦。咁其实今日呢我就睇到 Morgan 佢哋有份 report 讲啦，就话即係昨日就讲话即係10月1号单日嘅话，你见到即係 duty free 佢哋个 revenue 系应该 daily 嘅 revenue 应该系1.7亿左右啦，即係177 million 啦。咁如果睇返即係呢4-5日加埋嘅数啦，嗰、那个duty free 个 revenue 呢其实就应该系17-18亿。咁其实如果你除返开呢，其实每日呢就应该系大概200多亿嘅。咁所以其实2亿几啦，即係 daily revenue。咁所以就呢、这个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强嘅一个 signal 啦。咁呢度可以俾大家参考下。Okay, 唔該 Sean 啊，咁不過我哋見到今日呢其實你話啲 staples 啊或者係discretionary 嗰啲其實都嗰、那個反彈唔係真係咁勁，尤其是昨日跌咗都幾多下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而家個危險期未完啦，但係就即係係咯，見到淡仔幾差跌咗6隻，咁海底撈啊沙煲嗰啲都彈返少少，都我都係頭嗰一兩日，所以就
观察一下先咯。你见到其实呢度都有讲咧，餐饮嗰边咧，大家度即系嗰个火锅嗰个嘅搜索关键字都系 top five 咯。咁希望真系会好翻啲啦。咁大家都要睇翻就系佢嚟紧十月嗰个 table turn 系咪真系会升翻咧？咁即系大家等到颈都长埋咧。其实海底捞嗰啲系咁，所以就系咯，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啦。呢个可以。咁跟住咧，今日就另外想讲下比亚迪啦。比亚迪好似有个海外嘅。屌，虽然好似系琴日嘅 news， 不过冇讲到啦。咁佢见到佢就同呢、這个Levo Mobility 咧就有个 collaboration 咧，咁就系、是、大概会有5000架嘅纯电动车啦。咁就特别之处就系、是、其实佢呢个系电动呢、這个电动车其实系讲紧系一啲嘅一啲中型或者大型嘅电动车，例如系可以做呢啲嘅运输啊，或者系公共，即系嗰啲交通工具啊，或者系嗰啲delivery 或者系一啲嘅校巴等等啦，咁5000架啦。咁佢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同呢间Nuvi 咧系。即系呢间嘅Levo Mobility 其实系一间 JV 嚟嘅，咁就系同呢个 Novi 啦，咁仲有呢个 Stone Peak 嘅，咁呢个 Novi 就系做一间美国上市啦，咁就系一间做嗰啲 charging station 咧，都系比较前嘅就得，所以都几特别啦。咁佢另外呢个就系嗰个 FaaS 嘅公司嚟嘅，咁即系 Fleet as a Service 啦，咁就我自己睇法就觉得。佢呢個咧，呢、這個 partnership 可能喺即係佢可能會唔會學到佢嗰、那個 China Station 嗰啲嘅技術咧？因為始終，因為其中咧，佢有個亮點就係佢嗰啲呢個 Loopy 嗰個嘅 China Station 咧，佢除咗可以插電之外咧，你仲可以放電落去嗰、那個station 度咯。咁都幾特別啦，呢樣嘢我覺得係啊。咁就即係一間即係一個細嘅 partnership 啦。咁就係、是、你見到比亞迪其實嗰個品牌都唔錯啦。你見到佢可以喺海外嗰邊喺公共交通工具嗰边嘅发展可以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佢除咗卖啲十零万蚊嘅即系私家车之外，其实都喺 transportation 嗰边系一直有即系一直都有做嘅，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咯。不过今日股价就影响唔系好大啦，呢、這个始终都唔系一个好劲嘅 news。咁跟住就另外咧，其实想讲翻咧，即系琴日我都有提过嗰、那个马来西亚嗰边嘅情况啦，咁其实今朝摩根就有个 report 就讲緊马来西亚嗰边封装啊测试嗰啲 fab 呢即係嗰啲嘅厂啦，咁其实暂时个情况好似几好喎，咁就之前就有讲过啦，大概係即係个我哋去叫呢啲封装嗰啲厂叫做 backend foundry 啦，咁其实大概占全球係 14% 至 16% 啦，记得我之前都有讲，咁就应该会差唔多有两至三成嘅车或者係 server 嘅 chip 呢其实喺马来西亚嗰边做嘅，所以之前呢嗰、那个影响呢大家都好担心，所以所以今年九月啊、十月都好多车厂咧要 cut 嗰、那个生产啦。咁跟住，但系咧今日嗰个 report 就讲紧咧，佢而家嗰个 average 咧嗰个 utilization rate 咧，似乎系比相对地高啊。咁之前咧，如果你睇翻就，而家马来西亚真系好多好多啦。咁大概系44间嘅，佢之前讲咁。之前咧，如果讲紧八月嗰阵咧，嗰、那个产能利用率其实系大概系得五成嘅啫，因为 Covid 个情况啦。咁你记得我前两日都讲话，而家马来西亚嗰边咧，由每日20000多单降到差唔多8000单咧，所以嗰、那个而且嗰、那个嗰、那个疫苗咧，嗰个接种率都差唔多九成啦，系成人嗰边，咁所以就。佢而家咧打咗疫苗就已经基本上可以 100% 咁样去复工嘅，其实喺马来西亚嗰边，如果讲紧呢啲嘅backend 嘅厂啦，咁
咁所以就去啱啱嗰個數據大概咧講緊係九月就差唔多九成 utilization 啦，咁所以就好大機會十一月啊十二月咧係真係恢復翻咯。咁呢個可能對汽車嗰邊嘅股價可能真係會有少少利好啊。咁你見到其實今日呢兩日啦，例如係理想啊嗰啲，其實都升咗兩日啦，好似係嘛？希望就真係可以好翻。咁點加埋佢哋九月其實嗰個嘅嗰啲嘅 delivery 數據都唔錯嘅，所以暫時會唔會有啲起色咧？喺呢個位，即係大家可以可以關注一下咯。咁跟住琴日阿 Ada 都有略略講過啦，咁 TSMC 都有出嚟講過話。其實嗰個嘅 supply 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差，即係佢而家喺度做緊啲DD 啦，即係喺度 check 睇下佢啲客究竟嗰個嘅真實個需求係幾多啦。咁即係講緊可能係有啲其實係叫多咗 order 嘅，不過其實就唔係需要咁多嗰啲。咁所以就暫時都正面啦，即係你見到幾個新聞加埋都對嗰個汽車芯片方面係有啲利好嘅，所以我哋暫時都有揸住隻理想啦。咁其他個機就可能都會諗翻會唔會買翻咧。咁另外就比亞迪嗰邊就一直都強嘅，你見到佢冇停過佢啲 number， 所以就係咁我見吉利啊同埋長城嗰啲數就未出啦，睇下呢兩日會唔會見到，睇下九月會唔會好翻啲咧？系咁就马来西亚嗰边就系咁样啦。咁我哋就睇下今日啲问题啦。睇翻 comment 先。琴日应该答到去 Can Live 嗰度啊。跟住阿 ALS 就想问有冇对 C Limited 有咩睇法 ？Sorry。我講得即係多少少啦，喺 C 嗰度。即係如果你睇翻，可唔可以 F 型佢？你件 C 就橫行咗啦。係咁，如果你睇翻，因為如果你睇翻咧，我哋其實如果話睇特別好嘅話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即係可能佢出嗰個 second quarter 嗰個 result 啦。咁其實佢 second quarter result 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我自己覺得。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 top line 嗰個 growth 啦，你見到嗰個 growth 其實都係 sustain 喺大概係100% 以上。你見到其實仲要係個 growth year on year 其實係 accelerate 嘅嘛。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嗰個 margin 啦 ，margin 應該好似係 record high 嘅。如果你睇翻個 GP 嘅 margin 應該去到四字頭，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強啦。咁同埋如果你 by sector 去睇咧，如果你睇翻佢嗰個gaming 嗰一 part 啦，咁其實 gaming 嗰 part 咧就喺大家知佢最大嗰只 game 就係 FIFA 啊嘛。咁 FIFA 而家就開始喺 US 嘅 exposure 多咗啦，同埋巴西啦，即係拉丁美洲嗰邊嗰個 exposure 都多咗。咁之後就同埋佢嗰個 pain ratio 啦 ，pain ratio 就應該係13% 左右咯，咁亦都係 record high。咁啊，同埋 e-commerce 啦，咁 e-commerce 就燒緊錢啫嘛，咁但係佢嗰個 EBITDA 咧就又應該係除咗台灣之外，EQ 嗰度咧最新就有講話個馬來西亞嗰邊啦，個 EBITDA 都已經 turn positive 啦，咁所以喺個 break even 上面，大家都應該會覺得會提前早少少嘅 break even 啦。如果我睇翻個 consensus， 應該原本係2024推到2023嘅。係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佢 raise 咗2021嗰個整體嘅 guidance， 不論係佢 game 嗰邊嗰啲 booking 啦，咁就同埋個e-commerce 嗰邊個 revenue。咁但係你見到 overall 咧，其實就過呢幾個禮拜咧，其實都係立啦。咁其實即係第一就因為成個 market 都唔係做得特別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間公司就發咗個 CB 噶嘛，六個 B 嘅，咁所以就有機會因為呢樣嘢咧有啲影響。咁但係其實整體 overall 咧，如果你睇翻比較近期呢一兩個禮拜發生嘅嘢咧，其實個 fundamental 我覺得就冇乜話好特別嘅變化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有幾個view 我想講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即係 FIFA 啦。咁因為九月尾嘅時候咧，其實就出咗另一個 FIFA Max 嘅。咁但係其實入邊嗰啲 game 嗰個 structure 其實一樣嘅，只不過相對可能喺個畫質上面可能係好少少咯。咁呢個係 game 嗰邊咯。咁如果你睇翻e-commerce 嘅話咧，如果 e-commerce 咧佢 Shopee 咧，咁就有個雙十節啊嘛。咁但係就佢哋嗰個雙十節會提早嗰啲時間去做一啲promotion 嘅。咁大概係九月中嘅時候啦，咁就出啦。咁所以喺拉丁美洲嗰邊啦，嗰個 GMV 個 market share 咧，應該係有個 market share gain 嘅。
嘅 story 喺度，咁但係實際嘅數就未出嘅，咁就要之後先至再可以 update 俾大家聽。咁同埋第三樣嘢咧，就係我記得之前喺啲 comment 上面都有講到嘅，就係嗰個market 嘅 expansion 啦。咁第一就去打去 India 嘛，第二就係打去波蘭啦、歐洲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其實我見 Morgan 咧，佢哋對於呢兩個個 feel 咧，其實係睇得都幾好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就相對比較講嘅 story 其實都仲好長，因為佢哋都未打入去嘅，所以都可以簡單講下啦。如果你睇翻即係佢講波蘭嘅話咧，咁其實我睇翻Morgan 佢哋個整體個 feel 咧，就係講話，因為最主要嗰邊嗰個 online 個 penetration 咧，尤其是係啲retail 嘅 penetration 其實唔係好高咯。即係如果講緊即係可能大陸啊呢啲，其實可能講緊大概兩三成嘅話咧，咁但係即係波蘭嗰邊係少過15%，咁所以起碼少一半咯。咁同埋嗰邊就未有一個相對比較發達嘅 logistics system， 咁所以而家如果 Shopee 嘅話，打過去係有啲有啲即係有啲 market share gain 嘅喺呢個位置。咁但係咧，其實如果我睇翻即係佢哋即係尤其是 C 咧，佢哋打去即係可能美國啊，打去巴西啊呢啲咁成功咧，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 cross selling 嗰個 effect 係非常之強嘅，因為佢本身大家知佢 cash cow 就係佢個 free farm 啊。基本上就係佢嗰個金蛋嚟，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咧，其實佢整體佢哋嗰個 Shopee 個帶動嗰個量咧，其實就係喺 FIFA 嗰邊嗰啲人打機嗰邊嚟嘅，咁所以整體嘅話咧，睇翻即係好多人大部分用呢、這個即係巴西嗰邊大部分用 C 個 Shopee 咧，其實好多人都係跟因為佢哋玩個 FIFA 而嚟嘅，我呢、這個我都唔知點解，但係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咁同埋佢嗰個 penetration 咧，即係我個 population 個 penetration 咧，就六成幾啲人都係有玩到呢、這、一個FIFA 嘅。但係喺歐洲嗰邊咧 ，FIFA 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出名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佢嗰個 competition 啦，因為如果睇翻波蘭嗰邊，其中一個比較大嘅 competitor 咧，喺嗰邊嘅 local 咧就有間叫 Allegro 嘅，咁 Allegro 就應該係早喺20年前已經有嘅，咁但係就喺嗰邊就係、是。嗰、那個 loyalty 就相對比較高啦，個 stickiness 都相對比較高，所以短期嘅話 uncertainty 就未知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不確定性喺度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要再留意一下先。咁第二就係印度啦，咁印度嘅話咧打入去咧都係同一個原因啦，因為個 e-commerce 個 penetration 亦都係比較低啦，講波蘭就10几%啦，如果你睇翻印度好似係7%左右啦，咁所以但係呢樣嘢就係、是、同樣啦，都係競爭啦，因為競爭嘅話就 Amazon 啊、Flipkart 啦，即係 Walmart own 㗎嘛，咁同埋 Reliance 啦，咁呢三個個 player 咧其實嗰、那個個 market 嘅 concentrate， 呢三個加埋其實應該係6成幾7成左右，咁所以即係如果 Shopee 打落去咧，其實就即係第一你試算啦，即係同埋係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個 regulation， 即係因為大家知道 regulation， 如果睇翻印度嗰邊咧，其實佢哋就唔俾做嗰啲 1P model 嘅，即係你唔可以擲住啲 inventory 嘅，咁但係即係而家 C 就希望可以做多啲 1P 嘅 model， 因為你見大家。即係 C 嗰邊 Shopee 自己有嗰啲 logistics 咁啊，可以持有啦。咁雖然而家暫時都係 marketplace 3P 為主啦，咁但係你見到就即係如果從 3P 同 1P 嘅角度嘅話，咁 1P 就嗰個 customer 嘅 loyalty 會高好多啦，因為你自己 source 嗰啲貨噶嘛。咁但係 3P 嘅話，可能嗰啲貨佢哋嗰個quality 未必咁好，咁所以喺嗰、那個認受性上面啦，咁可能就呢個位可能會有啲輸蝕咯，咁所以整體短線嘅話，短期去睇咧，其實就波蘭同埋 India 呢個 market expansion 呢個 story 咧，其實就睇唔到啲咩嘅，純粹係即係得個想像空間喺度咯，係啦，咁同埋我見即係Morgan 咧就 raise 咗 target price 啊，高敏咧就好似個 sell 十月嘅時候就放咗佢個 long idea 上面嘅，咁但係我見返就好多 investor feedback 呢就唔係好同意，即係佢將佢擺喺 long 度，最主要就因為個 valuation 太高喇，即係 PS 嘅話講11倍，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佢嗰個flow 喇，因為大家知即係如果佢哋嗰個ADR 嗰邊做得比較好嘅話，有機會 C 嗰邊就可能啲錢會 shift 過去，即係啲中概股度咯。咁佢哋就驚緊呢兩樣嘢咯。咁但係呢間公司就短中長都有嘅，短線就係即係可能啲game 嗰邊啦、cash cow 啦、EBITDA 啦，最緊要睇呢樣嘢，可唔可以分到佢 e-commerce business 嗰邊。
咁第二樣嘢就係中線就係佢個 e-commerce 嗰邊嗰個增長，同埋個 EBITDA 個 loss 可唔可以收窄咯？咁同埋長線就可能係佢啲 digital bank 啊 payment 嗰邊個 system。所以整體嘅話，其實我覺得都仲睇好嘅。好唔好？唔該曬 Sean 啊。OK， 咁繼續答啲 comment 問題啦。OK， 跟住 CL 就。Would be great if you can share this from time to time。佢呢个讲紧啲咩？我呢个唔系好知啊。佢多谢啊 ，Cesario 支持我哋啊。跟住啊 ，Kenny 就问浩德有冇调整 MPF 部署？个问翻佢，听日佢会打翻你啊呢个。跟住就，其实呢个讲香港嘅得，呢个都系讲紧啲房地产嗰啲啊，等。等阿浩德听日俾翻啲 comment 啦，多谢 Ice， 跟住就200大成交，呢个好难讲，咁睇下浩德有咩 comment 咯，200即系买翻恒指咁样，咁今日都爆升咁啊劲啦，咁啊我见欧罗嗰边都，即系转未来息口转升预期。我哋暂时就冇喺呢边有部署嘅，不过就睇下浩德有咩睇法，听日佢讲翻啦。咁另外海吉亚就大手传入，系咯，系咪收到风啊？收到风，摩根要出 report 啊，今日升咗好多。OK， 咁我见到 comment 有啲咧，我同阿浩德讲，叫佢听日答翻大家。OK， 咁今日就睇埋今日啲即时问题啦。OK。Can Live 咧就問我，等我開翻呢個係咪會 skip 咗啲喺呢度咧 ？OK， PP 就話雖然今日升就好似唔關你事，係咪買咗太多嗰啲公用股呢？因為啲公用嘅今日好似唔好喐啊。跟住啊 ，Wang Cesario 就問咩 sharp ratio， 咁就以我理解就係一個 ratio 去平衡翻你嗰個嘅 return 同埋嗰個。风险咯，咁就越高越好啦，因为越高就个即系个 return 系个分子，跟住个风险就系个分母嘛，咁你个分子越高咪越好。咁、okay. Steven Leung 就话剧本冇北水就炒落，有北水就之前炒翻去原本个位。跟住睇睇指数，发现冇喐过，系啊，港股一直都系咁样。咁跟住就我都有创新高嚟整啦，尤其是 healthcare。如果大家记得，好似系咪二月嗰阵放长假，跟住翻嚟即系放假之前咧，就炒晒上去啲 healthcare， 一翻嚟就死晒。咁嗰阵就叠加嗰个腰嗰个影响啦。咁而家都有啲似层层，所以好难估啊。所以都 keep 住个 exposure 就喐。动就唔算好大啦，不过之前就前几日就嗰啲可能系冇赚钱细住啲嘅 biotech 嗰啲就可能搏一搏嗰啲就减咗啲咯。OK， 跟住 April 就问翻个大市啦，咁睇下你可唔可以喺 comment 度打一次，咁睇下好得听日答翻你。佢都系讲紧嗰个嗰啲分 flow 嘅。今日就阿 comment 问有冇粉身买货，今日就未有。OK， 跟住九龙纸业嗰边就而家暂时都冇，暂时喺纸嗰边都冇乜部署。OK， 呢个 Ken 啦，时菜文，我见头先系咪下边系咪有人答翻佢嗰个问题啊？Nike 我问今日食糖咩？琴日食咗咯，阿桑好中意食番茄糖嘅。跟住 Harvey Chan 跟住就 Bitcoin 系咪市场多唔多唔多水嘅呢啲 case？ 可能都系，不过都几挫下。即系大家而家好似咧唔理，之前斗监管嘛又话，大家好似又当冇事发生咁样，都几惊恐喎而家。如果真的要那些 exchange 又影响到 Binance 那些。叫 Nike 就是金铺 Bitcoin 避险。不过你见美金都继续有升的，虽然说昨日的腰没有用。要退回去。
打错了。DXY， 诶，继续升啊！但系见啲腰系冇乜点喐。OK， 跟住阿 Tiffany 去问我哋而家个仓位大概六成啦，六成零啦。跟住阿 Canon Life 追到嚟啊，佢问咧$853的 perform 就 somehow 就 spin off a lower expectation 咁。我自己觉得咧，佢个情况咧，其实同啊 JanScript 系咪有啲似啊？即系又系个阿妈，跟住就 spin off 嘢嘅，但系下边嗰只就可能会即系个 potential 就高啲，跟住个阿妈就大家好似冇咁大兴趣咁。但系853佢自己就仲有好多间棒队啦，一嚟咁Robotics 嗰边 spin off 系。个 valuation 几多少我暂时即係你都要等佢出咗嗰份嘢先啦，但係就应该好快，因为我哋都之前都有啲pre-deal 嘅 event 咁见到。咁就私分係咪会 strong 个百五三暂时都有揸住啦。不过个仓位就之前有调整㗎啦已经。Okay， 跟住想问6098系咪大股东减持咁？你阿 Ella 话冇啊？我睇下个 HDS 最近有冇？最近呢啲 Jupiter 分都系六月嗰啲，佢全部都六月写。暂时好似唔见有大手嘅转变动啊，跟住阿 BHYG 咧就讲啲蔡姐条数，蔡姐系条数唔好睇，要收息下。佢讲紧，佢咪讲紧答翻九龙纸业嗰个问题。跟住你好，希望眼科有冇睇？好细间，嗯，如果睇眼科我都系睇翻即系。睇翻只爱意啊嘛，我唔记得咗个 call。不过我记得好细间啦，即系主要都系香港业务多啲啦，3309啊嘛。系咁就100亿都冇，又未赚钱啊嘛。咁梗係睇返隻 A 股我眼科好啲啦。都升返去呢个琴日我今天朝都有同阿 Eric 讲，即係都有傾过呢样，就係、是、之前 A 股呢嗰啲嘅医院啊，例如係通策啊、爱意啊，咁就都升咗一轮啦、啊。咁其实听日呢如果继续升呢，咁真係好似好返好多。即系呢个关键咯，我自己觉得听日 A 股如果喺呢度，即系成个 service 板块好似系咪政策嗰边，大家冇咁惊咧。跟住啊，987 OK 就想请 Ada 出山 ，Ada 今日出唔到山，佢出咗嚟食饭。咁呢个债息走势嗰边就唔上唔落，暂时汇丰忙唔忙得过，等佢翻嚟答啦。佢听日喺度嘅。系，咁啊，再多谢 Kelvin 咧用广东话，多谢你支持啦。系咯，如果大家有啲问题咧，叫我今日冇答咧，你哋喺 comment 度打多次，咁就好得听日回答翻嘅一定。OK， 跟住就好似最后一系咪最后一题？唔系，阿 Ken Live 问啊，881嗰个芯片嗰个 shortage 咧 ease 咗，系咪会好翻啲咧？咁就 depends 啦。咁881主要都係做 Benz 同埋BMW 啊 ,Toyota Lexus 嗰边啦。咁你见到就 Toyota 嗰边其实都之前有减，即係有 cut production 嘅，咁去10月都会有啦。咁BMW 嗰边好似都会有。咁就之前都讲过啦，嗰、那个 volume 呢就唔好太大期望嘅。之前都讲係睇下佢嚟緊會唔會個 ASP 有啲喐呢，即係都係睇返 margin 啦，如果今即係嗰個嘅gross margin 啦，睇下佢今年嗰個 gross margin 會唔會有少少升幅呢，可以繼續。因為大家都知道嗰、那個量呢唔會真係爆升好多。咁
嚟紧就应该十系咪十月中咧会有第三季佢嗰啲嘅经营数据啦，佢会讲佢卖咗几多架车啊咁样咯，咁呢个都关键嘅。咁其实我自己有个疑问嘅就系、是，虽然你话八八一就好似都企稳咗啲啦，即系集思广益啦，大家睇下知唔知点解？即系六十蚊啦呢啲位，大家望下只永达咧，真系跌到趴咗喺度啊！冇停过，一路咁射落去，咁即系我暂时都仲揾紧系咩事啦。咁你佢主要就系、是BMW 啦，咁就我见有啲 broker 就讲会唔会上海嗰边嘅汽油车发牌嗰个有少少影响咧？会唔会？但系都唔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谂得通啊呢、這个情况。咁你见到佢其实好平喎，而家七倍喎，六倍喎，你比起只。即系之前佢都系 value play 嚟噶啦，大家都知嘅呢只，但系佢就都争一橛喎，好似系嘛，有得十五倍、十二倍，佢得七倍、六倍咁样争成倍，系。但系你要睇翻只美东，都系同只八八一差唔多，可能仲好啲添，冇跌咁多系嘛，咁就一定贵好多啦，系，即系都系呢啲位佢。即系八八一就好似系中间啲咯，系同埋稳阵啲咯。但系即系永达系咪要谂下咧？点解佢咁样？即系我自己睇，即系头先睇嗰啲 flow 啊，都冇乜特别喎。跟住又 keep 住 buy back 系咪？老细又 keep 住 buy back， 好似有呢、這个 R 好似咁呢个。喺呢啲位咯，想买买买，想买。不过佢之前咧呢、這个位有沽过嘅，就是、董事长好似，即系九月头沽完，而家买翻，系咪会弹翻咧？呢、這个即系都值得留意，我觉得永达。OK， 跟住阿 Six 就问今日想入市有冇建议边个板块好？哇，今日真系好难喎，全线升，咁就我自己觉得好似咧。比较弱啲就系啲 staples， 即系佢嗰个升幅之前死咗，同埋啲李宁安踏嗰啲都冇弹到，所以就即系危险期嘅仲系。跟住 healthcare 嗰啲就弹咯，开始而家见到只开翻市啦，即系信达几劲。但系今日都关注咧，你要睇下啲成交，因为其实真系创伤后遗症之前咧，成日不睡翻嚟咧，冇人接，跟住又怼翻落去，所以要小心我自己觉得今日就跟住 Dave Paul 问呢个李宁估值系咪太高？李宁估值就一定系高噶啦。咁阿 Sean 有冇啲 comment 咧？点样睇近排呢个调整咧？佢其实就对比翻其他 peer， 佢真系算 rotate 得少，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见高位打落嚟都好似20%左右啦。咁但系你对比翻即系安踏佢哋跌30%，咁其实都有原因啦。即系一嚟就因为个 covid 啦，即系同埋影响安踏嗰边嗰个 fila 嗰边就相对就可能重少少。咁佢问题系咩啊？我唔记得。佢问系咪估值太高咧？点解就即系唔太系？同埋系咪因为呢个而有调整？我觉得就唔系嘅，即系最主要就应该系。个 sales 系做得唔系咁好啦，即系一嚟就系因为个 COVID 最主要其实就系呢样嘢系啦，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佢嗰个最主要系呢样啦，最主要系呢样啦，咁同埋如果你话 4P 而家就2020好似30几倍左右，呢个系安达嘅廿几啦，系咯，咁就李宁应该贵啲嘅，38左右，我印象中。不过我见你见琴日咧，其实就好夸张啊！我见好似跌七只啦，安踏跌五只啦，系、嗯、啊。其实最主要我睇翻即系高敏佢哋有啲sales 嗰啲 comment 啦，咁最主要应该系因为啲外资嗰啲 long only fund 就应该系走紧嘅。咁最主要撤离中国系啦，因为惊话啲不税翻嚟就可能会散，最主要系咁嘅原因咯，系啦，最主要。但系就十一嗰边就应该冇乜特别，冇得系。
跟住 BHYG 就问：今日而家炒 A 股好过港股？系啊，你见到呢几一两个月，即系大家喺度买嗰啲上游嘢，都知咩事啦。港股得翻啲好窄嘅嘢可以买咯，但系而家就唔知咧，翻翻嚟北水会唔会好残嗰啲嘢会弹翻咧？咁同埋都要睇翻嗰个 yield 嗰个情况，即系都唔多唔少，都系有影响个分货，我自己觉得。跟住 ALS 又多谢阿 Sean 啦，讲个 C 好详尽啦，多谢你支持啊。跟住 BHYG 继续讲呢、這个以上，李宁就已经完成咗任务啦，又帮股东套现，又入咗恒指派货，而家炒上去嗰班又赚钱，系超额完成咯。我哋都 keep 住又揸住。Okay, 跟住 Simon 咧就话嗰、那个。business loss 咧 ，sell direct， 唔好明佢呢个讲咩？即系汽车厂，即系车厂就，佢呢个系 comment 嚟嘛？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即系其实都要睇咧，即系如果佢讲 covid 嗰个影响咧，其实都要睇埋究竟佢哋啲存货有几多，所以。我都即系都研究紧究竟啲 EV 究竟系咪真系好翻咧？系咪之前积落咗，纯粹系因为 Covid 卖唔到啲货啊？定系真系芯片做唔到车咧？咁即系佢八月有 mix 啊嗰个情况，跟住继续就讲呢个881跌咗落去又抽翻越嚟低，加上上面共富概念冇咩人敢买贵车。嗱，讲真咧。881就唔係買最貴嗰啲囉。即係如果你話有美東呢就真係好多保時捷啦嗰啲就仲貴。咁影響相對就應該係仲多嘅，但係見個股價都係差唔多。咁881就賣即係中上嗰啲囉。咁我自己覺得其實理論上影響唔係真係咁誇張嘅。咁另外就嗰、那個EV 嗰边个发展啦，都关注啦。究竟嗰、那个嚟紧系啲铺头系点样搞嘅咧？究竟系真系自己搞啊，定系会继续揾呢啲经销商？呢个都大家都系谂紧啦。但系之前你都见到话有讲过小鹏啊嗰啲小鹏嗰啲铺头，其实嗰个嘅 ROE 都唔错，有三成零嘅。系啊，咁呢个就睇下到时。即系要等时间耐咗咧，睇翻佢哋啲销售情况啊，同埋嗰个 performance 嗰个盈利嗰方面咯，系。OK， 咁我见今日啲问题都答晒啦，多谢阿超生，日日都支持我哋啦。OK， 咁就个市都开咗啦，就斜咗少少落去，咁就睇翻个样先。咁就多谢大家支持啦。咁今日浩德同埋 Ada 都唔喺度，但係呢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呢，我今日冇答到嘅，你哋喺 comment 度问返啦，咁听日会答返大家嘅。我听日再见啦，拜拜。